便秘的原因从病因上可以分为功能性和器质性两大类。功能性便秘的病因上我们还不清楚，主要是一个是饮食因素，就是进食的食物就是比较少，或者是纤维素含量比较低，这个都可以造成便秘。另外，第二种因素呢，就是精神方面的因素，有时候情绪特别紧张，或者是焦虑，也可以造成便秘。结肠运动的功能失调，就一般我们常见的就是肠易激综合症这种情况，它是便秘和腹泻，它是交替出现的。还有就是滥用药物也可以引起便秘。另外一个老年纪偏大的这种人，他的是气虚乏力的这种，可以造成便秘。还有就是腹肌和盆腔的肌肉的这种紧张痉挛，或者是乏力，也会造成便秘。